姓王啊，名叫文斌，人讲叫我阿斌啦吼。我搬来这个吉位啊吼，淡水的吉位啊，已经差不多27年。咱即摆咱看到你个石头啊，甲这个阿门图吼，这阿门图新的建筑是差不多拄好完成，差不多三年尔。这对我俩无话讲了。下面就是河里了啊。3-4年前，这里曾经发生很严重的土石流，很严重哦。这个树没更新哦，这树没更新，好不呀？它这个场地是在那个溪上，它从这个庙的后面就开始盖，又盖起来了。庙的后面又盖起来，这条也是树没更新。好，咱这边咱行这条。这里是那个主干道树莓坑溪，啊，这里是那个芦苇社区的那个在支线啦、那个都是食用油跟那个机油、保养油啊，花亮花光那个啊。啊，我家因为经济嘛，要停30-40台啊，30-40台船啊。这个是水质啊，水质出问题，而且水质没有中央出来整的，没有办法。我们会做树莓坑溪环境艺术行动，最开始大概是2009年。其实竹围本身一直在整个那个都市发展过程里面，它不太被注意，因为大部分都会把视觉的焦点就是放在淡水上面。可是我们就开始在思考说，因为尤其我们这些从事艺术工作的人都一直是以竹围工作室为主要的一个据点，所以我们也在想说，在竹围这边可以做一些什么事啊。那这个时候就刚好在地方做文史整理的吴春文老师就跟我们提到说，其实诸位最重要的还是树莓坑溪。那这一条溪呢，当然就是污染很严重，他也觉得说，如果竹围本身想要重新找到自己的那个地方的认同的话，那最重要的可能是应该要把这条溪整理起来。所以那种跟溪的那种连贯线跟密切线几乎是脱节，那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要如何把它再把它结合起来？或者这都是我们要思考。以前的水可以灌溉到哪里？灌溉到大概到这边吧。到这里哦。对呀、它有支流引到这边来。不然以前这边水田没有水啊，所以以前算是还不错。差不多我10几岁，国中以后就这里就已经经济开发蛮大，国中以后电子公司就进来了，整个生态就改变很多了。坑溪的早餐会这个构想，其实最开始当然我们是希望说能够跟居民建立关系，同时也能够了解说到底这一条溪流在不同的区段它所面对的问题是什么。所以我们每个月最后一个周末，然后都会选择一个不同的地点来进行早餐会。那借着这个方式呢，一方面让来参与的人他既了解这个地方，同时也会吃到当令的食材，然后也理解说，我们怎么料理这个食材，那当然更棒的就是相互认识，然后通过这样的一个很轻松愉快充满享受的这样子的一个早餐会活动，我们就
邀集了非常多的朋友们一起来认识关心素梅坑溪。这个就是养猪的其中哪一家的不知道，现在还算轻的，你如果是春天哈，湿度很高哈，我要更臭。为什么住在这里，我们不能去享受我们这个水可以灿灿而流的水？就在我们家旁边五分钟就可以走到的溪，我们竟然没有水，那我们的水在哪里？我叫陈桂凤，东城富贵的桂，凤凰的凤，住竹尾33年了，种菜是我的兴趣啦，所以我很懒得运动，所以我就刻意来这边，就刻意来种菜、种花这样。可是我们搬来这里的时候，那时候都没有自来水哦，我们还是吃这个素梅坑的水呢，就是用它来洗澡什么的。那时候前竹尾大部分都吃这条素梅坑的水，可是喝的水不是，喝的水不是，只是用的。早上起床就是吃饱饭就来菜园，来出门到回家差不多平均差不多3个小时，然后回去就洗个澡，煮个午餐吃一吃，睡个午觉，下午就到复健科去复健这样，然后晚上就看电视睡觉，我就这么单纯而已。这也是我的理想啊，我想要的生活是这样。因为我从大学开始就开始住在竹围，但是竹围这个地方对我来说，它其实只是一个暂住的地方。我对于周遭的环境其实并没有特别的去了解，但是参加这个活动的时候，我开始知道说，哦，原来在我住的这个栋大楼的后面，再远一些些，就有人开始在种田了，有人在养猪了，是看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生活样貌，跟前方的这个竹围比较热闹的地方是不同的。说起来就是会让我有一种归属感的出现。对，以前这路很陡，比现在还陡，而且这么小而已。现在水位已经都降很多了，因为后面盖很多房子，所以整个森林破坏的话，你的水源就会减少，那是一定的。对啊，因为这块本来都是大石头，对不对？本来都是很漂亮，就像这样，这样自然的一种生态了，那它现在把它变成全部都是水泥，我们可以走到下面去看。你不管是坐的人，或是住在这边的人，或是来维护的人，或是政府机关，一人在下面叫做生活哩。伊敢知影讲啊，做这条溪是为着老百姓。伊唔知影讲30年后的老百姓伊不会看到这水泥啦。对啊。重点是不懂得生活了。以前我们是常常吃。这一条溪很多虾啦、鱼啦，什么都有啦。那以前竹围全部的人都吃这一条溪的水，这是确实的。你弄小这条可以住。加入了跟植物有关系的食住行娱乐美相关的一些议题，结果在亲自的体验当中，他用五种感觉去体会，那就让文字变得很弱，但是其他身体的感觉变得很强，所以他们在这个玩的过程变得很开心。就像很多孩子们，他们对文字不是很了解，或专有的名词不是很了解，可是他可以从这样子的体会当中接触到更多学习的方式。老师在讲的时候，我才发现，对，学校走下来的时候，有两边都有一个很大的那个。我以为那个是水沟，结果是素梅坑溪。素梅坑溪活动其实非常长，很长嘛，然后将近1年半。那其实，在带社团就会面临到说，学生会有厌倦期。所谓厌倦期，是一开始他们不知道素梅坑溪，后来知道之后，
然后又知道绿生活的概念之后，其实学生的新鲜感大概只停留差不多两三周之后，他们就会觉得，哎，老师你可不可以再变出一些把戏出来？所以我是不是我在课程设计上要多丰富一点，然后让用不同方式去让他们体会说，哎，水跟我们周遭环境其实是息息相关，很重要的。比如说我们经由探访，然后他们知道树莓坑溪是这样的溪，然后上游跟中游下游都不一样，然后他们实际去走，然后他们心中有一些话，有时候很难说出来，有时候写就蛮容易看得到他们的东西，所以我就觉得这也是一个至少一个小小的点，他们小小想法一直在启发。嗯，哦，你盖的也不错啊。好了，哇，好，哎，你盖得好漂亮，来借拍。之前那个学期我们就一直用植物来做一些跟他们绿生活有关的，然后学生们反应都很好，所以我们其实就是利用植物为一个引点啊，然后让他们真的去发想说要如何去完成他们的作品。大家心情拢较好、较开嘛，吼，较袂安尼，甲厝诶无代志，安尼感觉较郁卒对无？啊，出来安尼较快活安尼，啊，甲恁即即下啊啥，阮拢学一寡较吼，毋捌古早，较像阮一岁啊嘛，毋捌学诶代志，啊，即摆搁甲恁囡仔伫耍安尼，真好耍诶。即里面大家都李长德啊，邀请都大家都很多都参加，所以后边啊有即机会，当然我们也很乐意来邀各。更多的人来参与啊，这个盛会，我自己快乐，别人也快乐啊，全部的里面大家都很快乐。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是从所谓的生命树开始谈，就是他们的过去的一生，然后他们怎么样搬到那个福德里，搬到这个竹围，然后他们怎么样跟这个地区发生的一些关系跟关联，就他们就我们就把老照片拿出来，然后他们也开始去拍故事这样。我们也跟里长一直谈，说要看要怎么样去突破。那我们就想说啊，那么就进到国小，就是国小其实也是在那个社区嘛，就说那国小进来以后，那也许跟国小的家长，然后再跟原来的阿嬷们一起这样，然后再去跟郭里长讲说，哎，我们希望有亲子，就是原来的阿公阿嬷可以进来这样，就他们也都答应了。我觉得不管是大人或小孩，其实他们重新去。看，哎，树莓坑溪跟他们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即便他们是住在福德里，可是因为我们透过幻灯片，然后透过那天演出进到那个区块，他们其实是开始去想那个环境。我觉得老师还蛮重要的，就是老师在这当中扮演的角色还蛮重要。如果老师很投入这个活动，班上小朋友他就会觉得说，哦，老师很重视，他就一直在思考这个活动要怎么进行，也会参与度会比较高。啊，那个道具他们做起来感觉很有成就感，像我们班有一个阿瓜，就是他的学业成绩不是很好，我觉得那也是一个，因为他其实其他地方都没有办法获得很多的成就感，没有办法，因为学业也不好啊，肢体也没有太协调，所以他很多方面的，但是他做那个道具，他觉得哦，他拿出来真的很威风这样。在练习的时候，在排练的时候，他们就。还没轮到他，他自己就去操场走一下，很开心这样。所以就演出出去可以告诉我们说就是可以，就知道很多环保的观念。就是要团体合作才能把树莓坑溪变成一个干净的溪。然后做道具的时候就很好玩啊，利用回收的东西。这个计划跟竹围国小提的时候，校长知道我们寓教于乐的方法，他很欢迎我们，而且整个计划他说跟着他们
所有的六年级的小孩子都要参与啊，都要理解，也都要啊，用他们自不同的方法去表达。好的，这样他真正的体验更懂，他们用他们的五感，我们带他去上山下水了啊，去看树莓看戏，还有看这个聚落的生态。过程当中，除了一开始遇到引导创作的困难点，中间还有 一大段的时间，是因为本来我们只是要引导创作，但是最后被学校设计成要有一个很大型的公演，那中间就遇到了孩子们跟我们老师们都开始质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这件事实际跟树莓坑溪到底关联性何在。我的感觉是，当我们大人给他的是一个正向的东西，然后你一直是持续用正面的力量，然后你不要用艺术上的好坏来评断他的时候，其实小朋友是感觉得到的。所以就是最后结束那一刻，他们呈现出来的东西，然后还有中间的那个情感，在最后那一天终于才发酵出来，那个是还蛮惊人的。最后我的认定是，即使孩子他们这一次结束后，他不一定能够很深入的思考说，所以我做了这个表演，我要捍卫树莓坑溪，但至少树莓坑溪四个字，他可能至少他这辈子不会再忘记。我基本上是认为艺术进驻校园它是值得推动的，那一个外来的一个计划，它恰好能够跟学校内部的那样的一种根深蒂固，还是说某种很微妙的局限哦，产生对话，然后来创造一些可能性。那如果这样的话，学校的校门跟围墙就不是那么的高，那么的严谨哦，他们会基于哦，要跟环境周边的环境进行对话哦，也许他从自然的，他从社会的，他从不同的人文课程，他都是可以带出去的。学生他就会跟整个环境的关系，他就会有了更紧密的一个关联。那这些艺术家虽然看起来是有一点像是去进行所谓的艺术教育啊，可是我们觉得在这里更核心的一个价值跟意义是在于说，我们怎么让在地的生活可以变成孩子们学习以及教育的内容，所以不管是跟国中或者跟国小的合作，我想我们其实某种程度的有一点在翻转教育或者所谓的学习本身，也就是说学习其实不是从教科书来，而是说学习应该是从你的日常生活，你身边的大大小小的事情开始。其实我们看到这几年竹围的生活方式在改变。以前我们常讲竹围是一个卧房城市，因为大部分都是跑到台北去上班，很早出去很晚回来，所以基本上对这个城市没什么太多的印象。那这几年其实有一个很大的转变，因为市中心的房价比较高，很多人是往郊区住，那逐渐的看到其实有一种生活社区的感觉重新再回来，那我们就把它称为一个叫做都市村落这样的一种新的都市空间的感觉。那我们是用一个所谓流动博物馆的方式来呈现，因为我们看到其实竹围虽然在改变，可是里面还是有非常多的居民啊，他用手工的方式在生活里面啊，有一些生鲜的蔬果自己种的挑到街上来吃，那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我们尝试去呈现。所以我们提出一个手工市集，我们邀请修皮鞋的，邀请修理家电的，邀请整理我们阳台植栽的这些达人，他来跟居民做成一些互动，所以他同时在修理这一些东西，那同时他也在把这个理念带到一般人的生活
世界里面，哦，以至于我们会希望这个艺术行动是有助于在竹围这个地方的一个啊村落的形成过程当中的一个推动的力量。我觉得我们这个行动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能，那个功能就是在所谓的建构公共或者建构公众。例如说，我访问过那个铁皮工厂那边，那他们当时因为他们的地就是在直接就在素美坑西边，那他们怕说那个水这样冲下来的时候会破坏他们的房子的地基，所以他们就去把河床就水泥化，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只有他家那一块是水泥化的啊。那这个就是说每个人都是很片面的，因为毕竟没有一个人可以说去处理整个公共的事情，那政府呢又不是那么的在乎这个地方，那我每个人都只好自力救济嘛。可是溪流它不是只是你家门前，溪流一定是从上一直到下，它整个都有连带关系，所以我觉得怎么把这个溪流视为一个公共的议题，是一个大家应该要去关注的一个课题。还有就是说，这些人到底在哪里？也就是说，我们怎么去把这个公共给建构起来？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环境艺术行动在扮演的一个角色。那所以这里当然就也透露一些讯息了哈，就我们的流域的水污染哈，在这个段落开始往上。这个养猪场的废水问题就比较明显。过去观音河川也有不同的方法，但是这种比较用更庶民的哈，更一般民众啊，就听得懂，反正就一个月嘛哈，固定来大家一起吃个早餐啊，顺便来聊聊这个河川，或者是做一点流域学习。其实我觉得这个模式是挺有趣的哈。那自己在这个参与过程啊，也觉得也学习蛮多的，所以或许素美坑溪这一年的操作经验，可以给全台湾将近有400条能类似像这样的条件的溪流，如果他们要做这种民众开始初期的培力动员，或许这种模式其实应该是还蛮，就是门槛蛮低的啦，哈，蛮友善的，哈，比较不会那么的专业啊，哈，一般人听了就觉得哦，这拎砖该去处理的，哈，像这种就一般大众可以一起来。很多人问我，素梅坑溪在哪里？坦白说，如果不是认识你们，我哪知道什么叫素梅坑溪？更有趣的是，开始这些人就会问我，为什么要办这个活动？那我觉得。当我在陈述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也等于在 review 这个东西，那我就会开始思考，对你为什么要办这个活动，素美坑溪这么重要吗？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活动去办？那再来加上你们把你们早餐会的成果展在我这边放，我觉得那更有趣了，那是强迫中奖，勉强我一天大概来回看了3-4遍以上，那我就觉得哎，这个活动真的蛮有趣蛮好的，应该说它扩展了一些事业。以前还有一个梦想，我觉得最好我有一片菜园，我要做的都可以从菜园自己拔起来做。你们莫名的给了我一个梦想，因为你们会摘一些新的菜来给我，然后让我就直接做，因为我觉得很有趣。那我想总和这一些内容，其实就构成了整个素美坑溪环境艺术行动。跟过去我们看展览哈，就是每一个艺术家好像有一个很清晰的自己的作品的呈现方法哈，不一样的。在我们的行动里面，其实每一个参与者，他都可以算是一个艺术家。所以对于我们来说，素美坑溪环境艺术行动。它是一个集体合作的作品，尤其如果有一天当这个整个溪流的周边啊，还有溪水本身被改变的时候，它其实就像是一个地景艺术一样，只是说这个地景艺术是由集体社区的人所共同完成促成的啊。过去我们面对土地面对溪流的那个方式是比较是从人的角度，而不是从一个自然的法则的角度来看，所以我们会希望说，透过环境艺术行动的
这样的一个推动能够促成意识的改变，然后让这个地方有一天也许也可以达到我们大家很期待的像日本京都里山这样的一个想法，也就是说我们的生活可以是跟土地跟农业生产是密切连接的，可是我们又是住在都市里面，可以享有那种比较具有生态观的一种都市生活。应该是走这边的，哦，那这边各位看到这两个鱼池，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谈那个干掉，很可能会被财团给弄走的那个鱼池。那，啊，这个鱼池就是他们在营业，有很多人在钓鱼的那个鱼池。我们等一下会一路走下来，经过鱼池的旁边，然后顺着公路走一小段，走到那个我要走那个转角再往下。哦，所以今天的行程大概是